刺さる一筋の光、奴の目がギラつくのを見たか、奴は笑う強い敵なほど、牙を剥きふざけるなと吠える。時代は世紀期末、悪は栄え血を覆う、奴なら言うだろう、百万年早くて奴は天気天気、祈りの輪の交わるところだよ、勝利奴は来る、奇跡天気天気、振り返した炎と共にライド、勝利聞こえてくるのさ、ラカツの给你找到更合适的。这些都是阿晶做的吗？啊，还真没想到阿晶竟然有这种爱好啊。最近阿晶这孩子可是变得开朗多了，每天只要他一有空啊，就开始做开了。手可真巧啊，就像真的一样哎。嗯，真没想到阿晶还有这种爱好，不过要达到这种境界好像还得好好学学。哎啊，我想让小明他们当个模特。哎，小明，为了艺术来帮帮忙吧。小明和阿晶一起去买东西了。嗯，你这老姐姐总是要拒绝艺术。想什么呢你这老头子。一会在这碰见真是太巧了，我真高兴啊。你是说高兴吗？嗯，今天你一个人来买东西吗？嗯，还有小明和鬼神童子。没看见那两个人吗？说好了在这等的，我还跟别人也约好了。阿晶，让你讲啊。嗯，小明，你就是这样向我问好的吗？你怎么在这儿呢？哎呀，干什么嘛，快走开，听见没有？你给我好好的向前看，朝前走。哎，你说我怎么看呢？哎呀，啊，原来你就是这样喜欢他的，你这是神当的。哎，你这个家伙，我才不当是神呢。哎，鬼神童子，是你把电扇搞坏的吧？你给我好好的拿着。你说什么呀？我可是世间最棒的啦。怎么办？哎呀哎呀，干什么干什么，住手住手。哎呀哎呀哎呀，你这鬼老鼠！哎你哎你这哎！哎呀呀呀呀呀呀呀！喂，你们两个都给我住手！久等了，久等了吧？阿青，给介绍一下嘛。啊，他是在这打工的美大学生日向。阿青可是我们的老顾客了。咦，美大学生呀，倒像是个美人。请进来吧。哇，这儿是我的雕刻室。嗯，这
是什么鬼地方？是个鬼宅吧？美大学生就是干这事儿。这怎么说好呢？只不过是爱好而已。其实我更想试一试做偶人。真的很棒。我可找到了个好东西，斧魂蛋。喂，你到底在干什么？哎呀，这是什么嘛？那是刚从英国订购的偶人的眼睛，不过已经用不成了。对不起，上君。玉相君，这儿的偶人做得都不错。啊，谢谢，不过我还是觉得不够十分满意。已经做得够好的了。嗨，这儿的偶人怎么一个个的都怪模怪样的，真是。喂，鬼神童子。他说的对呀。说什么？是说灵魂？我也是搞不懂这些偶人的心情啊。偶人的心情，我有点儿，可我是凡人呀。等等，老爸，我好像觉得日向君有点着魔了。一件优秀的雕刻作品是要神形兼备的，而雕刻者只是帮忙唤出了神灵而已。你说的是你爸爸的话吧？不是的。阿金的爸爸是天才雕刻家后藤公司吧？什么时候我才能明白你们的心情？给我灵魂，做成功了。再来，如果不做的话，那么有灵魂的作品就会。不在家，奇怪呀。约好的吗？
怪。什么？下决心吧，把那些女孩子放出来。喂，林相，林相君，林相君，那到底是？消息好像没有错，相君，别跑了！小明，奶奶，怎么回事？小明他变成偶人了。又好了一件作品呀！金相君，危险，快后退！不好，他已经变成卡尔玛怪兽了！啊，小明，什么？小明，哎呀，你干什么呢？小明，你还不赶快把我召唤大呀？胳膊动不了，五芒星不能和他一起了。什么？把作品还给我！小明，我来帮你活动一下，你赶快念咒语吧。明白了，那就靠你了。李相君只是喜欢偶人吗？我一定帮你。我来打开古玉神的束缚，用宇宙的神力传送中心。金刚，鬼神童子来也！精灵童子转生降临。手可在这儿，执剑的霸蛇，请你化作划破黑暗的武器，赋予我力量吧。
像个木偶，你的一举一动都得听我的指挥。姐夫，让开！啊！鬼神童子，啊，混蛋！啊，怎么了？啊！我乃世间最棒的鬼神金刚，还能听你这家伙的指挥吗？快住手，日向，听见没有？快住手！还我作品！日向，住手吧！你应该能听得到他们的凄惨的叫声。小明，快！现在鬼神童子可以动了。小女孩让人看得可爱呀。哎，爸爸露露，日向君，日向君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怎么了？他好像没事。混蛋，跑到哪儿去了呢？啊，给我出来，给我出来！没有，没有，这儿也没有，没有。一顿美餐，真是谢谢了，可怜的家伙。啊，混蛋，这卡马蛋到哪儿去了？到哪儿去了？阿金，是阿金。我想让日向君给看看。阿金，有些不太好吧？快进来吧。打搅了。日向君和阿金两个人还会干得很好的。是的。哎呀，住手！噜噜巴巴，你这个臭家伙干什么呀？哎呀，快别打了，鬼神童子！哎呀，讨厌讨厌！哎呀，噜噜巴巴，你真讨厌！你给我离开，听见吗？
这个。湖の底深くひっそりと暮らす水の精霊水木。長い間人間は彼らとずっとうまくやってきたはずだった。でもいつの間にか水木を祀る社は朽ち果て、エマは岸の砂に埋もれて。次回湖の恐怖、精霊の